你拜了印子没拜我吧？当进士了。怎么样，一百两银子没白花吧？恭喜啊。听说呀，待会儿乾隆爷要来视察，我要当着他的面闹一闹。哎，刘兄，刘兄，上次下棋呀，你凭聪明和运气捡了条小命，这次再闹你真的不要命了。来来来，听我说啊，这招行啊。啊，刘兄，使不得使不得呀。往上看，卖完了，状元卖完了，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！榜眼卖完了，探花卖完了。胆敢玷污国家取士重地，来人！马上给我缉拿归案！是我坐下的，在下山东草民刘墉，叩见皇上。好你个刘墉，又是你，还不给我拿下！冤枉！冤枉啊！老实点。皇上，您坐下说吧。大胆的狂徒，竟敢把堂堂贡院改为卖官！皇上，此人六根不全，不举成恨，谋胜利，理当问斩。我冤呐！冤枉啊！不举成恨，便做出如此玷污斯文的劣行，你还有何冤枉可喊？皇上，皇上啊，草民刘墉冒死捍卫的是先祖御笔贡院的尊严呐！皇上，他擅改御笔还敢狡赖，皇生该斩。对，该斩。朕问你们了吗？是。刘墉，你说，皇上，草民刘墉曾在考试前在刘林醉酒楼花一百两银子买的红帖一张，没有拆开，于当日交给六王爷，请他转呈御览。据那卖帖的道士说，他每天卖得百余张，得银子有万两之巨呀。那帖里是什么？草民断言，是考题。什么？难道？难道会有这样的丑事？六王呢？六王呢？六王，老臣来也！臣见驾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刘墉给臣的帖子还在这儿，臣也没有拆开看过，请皇上御览。呈上来。扎。
考官，臣在。三道题，一字不差。你们，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？臣罪该万死。你知罪吗？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来人，啊！把他们给我押走候审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走。刘墉，草民在，朕先放你回去，但不许离开京城。待朕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谢皇上恩典。皇上圣明。和珅，是。摆驾国子监，我要亲视这次重榜的举子。遵旨。起驾国子监。传甲科状元女子考考生徐伟生。山西贡生徐伟生参见皇上。徐伟生听题。学生听着了。朕读上联，你对下联。一行争艳向南飞，两只烤鸭往北走。什么？你听清楚没有？朕说的是一行争艳，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。这争艳是出征的争，烤鸭是烤熟的烤。蠢蛋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如何买的试题，托人做好带进棚内抄于卷子上的？我托人做好抄在袍子里，就在这儿，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这儿。好，好啊！来人，扎，把这只蠢鸭肥鸭给我拉出去烤了。皇上饶命！皇上，皇上饶命！走，皇上，皇上，走，皇上饶命！传黄子号考生甲科第二名。传黄子号考生甲科第二名。叩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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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叩见皇上。你这样慌慌张张干什么？学生正是那黄子号的考生。慌慌慌。我出题，你吟诗。朕不要你七步为师，允许你走上十四步。皇上出个题目，小的吟唱一番，皇上出个啥题来？朕要出的题目是正月。皇上不用十四步了，七步就中。皇上您听俺这小曲儿还不解吧？正月里来正月正，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灯，红灯绿灯全是假灯，小了妹妹才是真情来呀吼嘿。住口。我看你也就会这些淫词俗调，还中不中？来人，扎，给我拉下去，先赏他五十大板。扎！哎呀，皇上，俺这屁股肿了。皇上，皇上，饶了俺吧！哎呀，皇上。还有一个，弟子号。弟子号考生，朕今天不给你出题考你，后天一早，你到顺天府衙门做一天的知府，朕要亲临大堂看你如何审案。
你打着我，你先打着我，我没打，是你打着我，你先打着我，你打着我，是你先打我。老道和尚，不许吵闹。到底为什么上堂打官司？老爷，他骂我长发不便，每天打扮不男不女，实在是难看。嗯，哎，老爷，他骂我身披袈裟，头上无发，割掉耳朵像个西瓜。嘿，骂得还挺顺口啊。哎，老爷您瞧，他咬我的鼻子，瞧您瞧这血。道士，怎么回事？从实招来。哎，老爷，是他自个儿咬了自己的鼻子，咬出血来了，他还赖我。大大和尚，自己咬了反告人家。老爷，自己咬鼻子够不着啊。够不着？对呀。哎呀，对什么呀，老爷呀，他站在地上够不着自己的鼻子，他不能站在板凳上够自己的鼻子吗？他把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，他赖我，他欠我十两银子，他不想还，他赖账。我没欠你十两银子，我老爷，我从来没欠你。他得还我的银子，欠我的银子还银子呢，你，我怎么不欠你十两银子呢？你还我银子，把话说清楚，对不对？还我银子，老爷做主啊！为啥我欠你十两银子？是为了银子呀，和尚，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破了鼻子，反赖人家，这什么？拉下去重打40大板，慢。嗯。弟子和考生还在，你且站在板凳上，自己咬咬鼻子给朕看看啊。哎呦，遵旨。哎呦，哎，皇上，我看不够高，让学生站在桌子上试试。哎呦，衙役，扎了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，赏给他40大板。哎呦，皇上，皇上有旨。皇上有旨，上回考试不算，3日以后重新复考。刘兄，今儿一早就唱得很凄凉，怎么了？都跪好了。皇上有旨，上回考试不算，3日后重新复考。皇上要亲临考场，当场出题。上次重榜举子一律带刑具，由锦衣卫押送考场，防考生不许携带骗纸之字，否则不许入场。钦此。遵旨。哼，没出息。